就让老公听听。你有神经病吧你？谁神经病？快叫！你都没叫我，我干啥叫你啊？不是我叫你了，我咋没叫你呢？叫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叫上老公我听听。你能不能行？我咋的了？哦，你这一天天平时都还文姐文姐的，现在连个名都没有了。啊！完还让我叫老公，你不配拥有称呼，你不配让我叫你老公。那这么的，你叫上老公，我这叫你上媳妇儿，咱俩互相伤害，你看行吗？不，你先叫，哦、男的得让着女的。对，我让着你，我让你先叫吗？不行，你不叫我也不叫。你文姐，你有大样行不行？家里边你说的算，你是老大，对不对？有点大样。喊完我就叫你，不敢激我，没激你，就是不敢。你要我喊完以后，你要不喊，你等点你就打你。啊、哦，我你儿子。行行，嗯，老公。太肉麻了，太肉麻了，你还能叫我土狗吗？行不行？该你喊了。妈妈，我大儿子。